出门去大都会了，现在雨还挺大的。The fireworks look great. Museum 这儿了，这个展览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。这边是 Members， 这是公元前4000年的一个女性的雕塑，是在大理石上雕刻的，是希腊的。眼前这个大水壶特别像墨西哥之类的，但实际上是希腊的，是公元前750年造的。这种壶的名字叫 Hydrate， 上面这种盖儿之所以叫 Hydrate， 是因为它有三个把手，边上两个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就是它可以又可以抬又可以往外倒东西的时候用。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一个 guided tour， 大概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。这 tour 开始了。我们这 group 大概有10个人。这里就是今天要看的新展，叫 Mandalas。 楼下这个地方一共有4面主画，然后下面那些地毯都是手绣的。 Mandalas 的意思在佛教里面就是圆形的意思，比如那种打坐的桩啊之类的。现在我们就走到下面去看一下，除了四面墙上的这些画，中间这个也是一个主体，它上面会有盲语做的解释，待会儿我们可以走得近处去看一下。这个位置就是4幅画里面的最初的部分，我稍微走近一点点看，上面这个包头的就是艺术家本身，他把头包上代表他对世界一无所知，被从船上扔下去代表他被扔进了这个知识的海洋里面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看桌上这些东西，就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， 就是你如果吸把垃圾送出去，那个垃圾都会回到你这儿。所有的画上面都有一些彩云，这些彩云代表了你的 thought， 就是你的思维，然后下面这些水浪代表了你的 emotion， 就是你的情绪。画的这个中部这个像类似于菩萨这个人手里拿着那条鱼，上面的也是代表你如果把一些杂物排到海洋里面，最后被这个鱼吸收了，最后还是被人类给吃了。我现在只是看到的第一面，这边是第二面。在 George Floyd 的这个像旁边这些首饰，乍一看像 peace sign， 实际上不是，它是 sign language， 就是给聋哑人用的语言。然后这些每一个手势最后解释出来的就是反歧视之类的话。这一部分也非常的有意思，看到中间这有一个小孩手里拿着的是枪，就是代表了目前这个枪支滥用的这个社会问题。然后这个画旁边这还有911的时候倒掉的世贸中心。从这儿接着又转到了第3幅，第3幅这儿也有一点点特色，
这里这个圆圈里面有五个女士，这是达芬奇当时画的一幅画里面的一个 replica。 中间这个呢人呢是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啊，应该叫做半男半女。它所代表的意境就是佛教里面对其他事物的叫求同存异的意思。这里面也都是一些非常有争议的人物，包括像 Snowden 和阿萨奇。这里有一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人的大脑和肚子是错位的，它的寓意就是说人吃东西不能吃太多，同时对大脑来说，大脑的食物你读的一些东西也不能太多。从第三幅就可以来到了第四幅，最后一幅这儿。这一幅是鼓励大家在它前面打坐。这些手工绣的地毯非常的漂亮。最后一幅中间这里是有一个空空的座位 chair， 这个空椅子的意思就是说人可以稍微安静下来。另外你看这些图里的画，这个 cloud 就是所有的彩云都已经降下来了，降到水里面。如果你要是从第四幅再跟咱们刚刚看到的第一幅来比，第一幅上面的云彩都还在飘在天上。在大厅中间这一幅，我们刚才从楼上已经看到的这一幅边上，这里有用盲文做的一些经文 Mandalas Tibet， 里面的展品还是非常多的，这些事物都做得特别特别精美。这些都是唐卡，做得多精美。好多好多的精品。这服装多漂亮啊，是一个龙头还是牛头？今天的展览就看好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Thanks for watching。雨小了。